好，宣导正信正念。此际马六甲分会举办了祈福晚会，在场700多位的志工跟民众了解普渡的真正意义，需要身体力行，付出造福。七月吉祥月，宣导正信。此际马六甲分会举办祈福晚会，730位志工与民众参与。唯有千秋人，多数都如数，地球才能降温的机会。以正信来面对七月，祭拜祖先，不需杀生，不需焚烧纸钱，保护环境之余，省下来的钱还可以拿来做好事。地球太过垃圾太过多了，所以感觉到是真的，我们不能烧得太多金子咯，要把环境顾好来。我们企业实际上都烧很多的金子哦，现在我有跟我的丈夫讲了，要环保了，不要烧太多了，拿那个钱来做善事更好了，捐给那些贫穷的人更好。福气不是求神拜佛得来，志工借由分享，呼吁在场民众以行动来付出。功德是要靠自己去做来的，自己做自己得了。从来没有想过说，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好事啊，这个是给我一个 point， 可能就是以后我也要朝这个方向。农历七月以正信面对，行善造福，普度众生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。